级汽车。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真是太臭了，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。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。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葫芦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脱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
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救命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护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！
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尔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燃烧！森林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赶快救援！救援！加速向前！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。第五！灭火灭火，打水泡砰砰砰！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寻找大怪兽。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啦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
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。脚印一般般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，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，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，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，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
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。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要注意。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。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炮出租车米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答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一送达，想必准时拿，目标有了圆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